这个是 Relax Beach， 看一下 Relax Reef， 这里我潜过好多次，在这里开始学习的 Scuba Diving。这里是游泳池，我每天游泳的地方。这小旗子旁边有摩托艇，是我学校的地方。没有浪的话，礁石上基本都会有人钓鱼。